呢，可是现场的歌迷朋友们早就已经会唱周杰伦的歌了。看到现场的歌迷朋友们每个人都那么用心，周杰伦即使是感冒也没在怕的啦。气温高，很热，但是现场一点都不闷，因为看到周杰伦本人，大家都嗨了。有了 fans 们的用心，超人不就飞起来了吗？这浪花兄弟特别来帮周杰伦站台，他们在现场人气也超旺的哦，有好多的小朋友大朋友都找他们签名拍照呢。但是我们三个人在下面等也是等嘛，不如我来坐一下摩天轮。坐那一台吗？怎么好意思，他在下面拍照跟那个还有帮大家签名，我们来这边悠闲。哇，好舒服啊！对啊，我们要常青，这边有冷气。对，太棒了。啊、周杰伦现在在签名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而且那边很热哦。嗯。而且我们这还有这个娃娃可以抱。对，刚刚呢，Darren 说了，我们那个因为周杰伦要求说我们要带一个小礼物给他，你想到带什么礼物给他？刚好车上有这个，我们就送这个给他咯。好可爱哟、哦！然后下面热个半死，还送这个给他抱。不行啦，这是人家车上用的啦。哦、oh, ，对啦。你们有这个，比如说在这个不管是学生时期啊，或者是你知道这个成年以后，有带好朋友来坐过摩天轮吗？好像有，在澳洲的时候有。在澳洲的时候，因为有时候在澳洲每年他会是那个办那种像游乐场的活动，那大家都可以去玩。对，是移动式的游乐场。对。所以你不是，你应该是没有什么惧高症的人哦。有。你有？我有。来，我麻烦你看看窗外。不要。吓死了。对，那个长青呢？怎么样？有没有带过好朋友去摩天轮？有啊有啊，因为巴黎其实跟澳洲其实蛮像，它每年或每一季它都有固定的马戏团啊，或是这种高空的游戏会在巴黎出现，所以会去玩。对，因为啊，摩天轮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，它是公开场合，但是私密的空间。对，所以在摩天轮整圈当中的其中一个。在里面是做了些什么？基本上你动作不能太大，因为空间很小。哎呦，他这个动作不能太大，指的是你不能跳来跳去啊，或者是跑来跑去，你只能乖乖的坐着，然后最多你只能牵牵小手，然后四目交接，这样就够了。对，怎么样？拍拍照。对，我现在懂了。拍立得。对，我现在懂了，我现在懂那个浪花兄弟两个人问到有关于尴尬问题的时候，他们的反应是什么？就是刚刚长青的反应啊，你说什么？对，他是先、oh. 他是说怎样？对，这样什么？你现在是干嘛？搞错了，对，他现在是海浪那个姐弟了，对。正当我们三个人在上面聊得开心，突然接到一个讯息，那就是台下有个神秘嘉宾莅临哦。惊喜啊！一不小心就被吸走了。没有什么叫做义气，义气就是明明自己的活动忙翻天，但是也要到现场来显身力挺。在帮现场5000多名歌迷朋友们签完名之后，哦，我们好像一整天都没有吃饭了，赶快到周妈妈介绍的这个
有怀旧气氛的餐厅当中用餐咯。可是明明就是要点餐啦，这几个人在干嘛？他们现在好专业哦，明明就只是来喝个下午茶吧，还要看一下场景，超屌。因为导演对这种东西就是特别的有兴趣，而且昌青啊，来再走掉。之前他们都有做熊猫人的美术嘛，那他就对这种会特别有兴趣。那台北要不要开一家店？这个 idea 好像不错哎，如果开在台北，一定有很多 fans 会去光顾的。我要问一下，听说长青未来要拍你的什么烟花艺人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在干脆这边拍。对呀、啊，烟花艺人。哎呦，不是在烟花艺人当中说找长青之外，我觉得你也可以找我，因为你在歌词里面一直唱我的名字。玉芬芬，怎么好意思？这样我都要想把我的 schedule 排一下了。酷嘞。对啊。因为演一个什么呀？话都是你在说，我一定都 OK。哎，然后每次呢讲完之后呢，就想说，我跟你讲，你节目录到一切都 OK， 结果事隔两三年还不是没成型。Okay、问一下男主角 OK 吗？啊，女主角。长青。这样、个。这个。我不能决定，导演才能决定一切。丢给导演。哦，一定 OK 的，真的。之前我们上 你的节目，哇，演的真的非常不错，虽然都出镜。虽然没在镜头里面，他说你还害的，叫镜头不要拍我。我现在问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，请问一下，周杰伦今天为什么要穿粉红豹纹？哦，这是好好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店的衣服 ，Fantasy 的。虽然这个潮牌已经快倒了，没有了，开玩笑，就是现在在西门町有店哦，啊，就是走这种粉红豹纹路线，然后这是比较低调的华丽。其实这一面是很清楚的，但是故意这样穿粉。对对，我们就是要介绍这种，你知道，有的时候才华跟着你所有厉害的地方，不用彰显给别人看，懂的人就会发现哦。懂的人就会发现，这到底是哪一家的衣服？我们店很衰哦，就是又淹水又干嘛的。没关系，我跟你讲，我们的如果大家睡的人都碰到一起，就一切就很 OK 的了。参访过我们东区的店吗？东区店我还没有，但是对台中的店，因为你带路嘛，已经不见了。对，因为那个隔壁邻居水管破裂，然后淹水，然后对，然后整个东西都泡水，然后我想说，好，算了，我们就搬走。对，现在所以现在在东区还在装潢了，但西门町已经有一家店，都是搞得很低调，这样就是也没有招牌，谁知道在哪里？所以呢，经营我那位同学，因为是我同学啊，你知道？对啊，就我也不好意思说他，我想说以后不要这样太低调，人家根本不知道在哪里。不要太理想主义。那我要问了，你知道很多朋友人都说那个周杰伦对朋友是相当的照顾，那我们不用再多问他对朋友照顾的事迹，我只想问一个，要怎么样才可以成为你的朋友？我们可能要在我还没出道就认识。真的假的啦？没有啦，其实交的朋友都几乎都是就是比如说以前就认识的、啊、然后我其实比较不容易交新朋友，这样，对，除非就是时间久了比较熟的。我也是这种人的，我不太容易交新朋友，所以我采访都是采访老明星。不是，但是他要够大牌才行，对不对？还有，我不但采访的是大牌的老明星，而且呢，这些老明星们都还很爱演，而且很敢演呢。站住，大家注意，好。那不就拍张照而已吗？演成这样，看周杰伦肩膀一动，该不会不能一样的哦？因为自从你变魔术这一招让所有电视节目知道之后，每一个节目都叫你变魔术哦，不太一样了。好，会吓傻，好不好？没有 NG 的哦，没有 NG 的，太紧张了。在那个数字那面签名，都不要给他。好，那你帮我拿麦克风。这是什么魔？OK 好，来，我交给你。怎么可能？怎么？我想你们可以倒回去以前，你可以比对，会不会打不开？还是算了，啊，还是想看。开这个螺丝好吗？啊，对对哦，no， 这个是轻下怎么行？自从周杰伦爱上魔术之后，我们也乐得开心，因为常常可以看到很多免费的表演。但是碍于节目。